狠了，恭喜皇上，他有了。哎呀，你会不会太急了一点了？你是在爬树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就不相信你能够逼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是怎么了？有，我已经烙了三天了。3天烙着不是病，烙起来要人命啊！烙到深处无怨尤啊！所以我们就趁他不容易好的时候，我们好好的来这个刁难他。哎呦，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眼镜大人奖励是什么。香浓巧克力点缀蛋糕周边，仿佛音符般回旋跳跃的就是今天的美食奖励可可协奏曲。当季最鲜甜的水果夹心，入口即化的布丁和绵密香草蛋糕，今夏最顶级的美味，只有赢家才能独得啊！欢迎光临演技大考验，等你来考验。是的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。有我们帅气的元昊，以及我们可爱的鸭子，还有我们的爱晨。紧接着下来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以及我们的林道远，还有我们的统统哥。Oh my god！ 今天的演技大考验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谁吃到了超辣的辣笋？可以说呢，它已经不是调味料的东西。哎，评审，它可以去卖那个超商嘛，弄一罐一罐去那个。你太小看了我们，我们现在即将要把它卖到部队去，把它当成军火来贩卖。哎呦，还是太少。哎呦，他放弃自己吹了，干嘛吹吹啊？冷笋啊！哎，你光我不能吹一下，好奇怪。它是辣，不是烫，好不好？专业一点好不好？Biu 来了 ，Biu 来了。翻白眼了。好，来给你演的不错哦。那辣是后面慢慢的辣起来的辣。好辣，超辣，超辣。注意，我们这一队注意，待会吃到辣的也可以用笑来掩饰。这个辣，待会你吃下去的时候，你会锥心刺骨的辣。我们统统队马上进入行进去。统统哥是个江洋大盗，而他行走江湖多年，他的必杀绝技就是传说中的化骨走。跟他没关系。他生性猜疑，不信任他人，而且患有被害妄想症。走在路上，他常觉得有人要暗算他，他常常会觉得左边有人要暗算他，右边有人要暗算他，后面有人要暗算他，他的下面有人暗算他。今天他要展现他的必杀绝技，化骨为神。小二，嗨，拿蜡烛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It's the 化骨绵招。统统练就多时的化骨绵掌究竟有多神奇嘞？他要展现他的必杀绝技，化骨绵掌。小二，嗨，拿蜡烛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It's the 化骨绵掌。高强哎！我不相信你可以再发第二次功。可以把蜡烛吹熄，我还可以把猪吹走。你辣！我不小心。
损失在你的脸上。他发功完之后呢，发现肚子饿了，夹起桌上的小菜大吃了一口。哎呀，美味呀！你再跟没有关系啊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一号江洋大盗虫虫带来的表演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二号导演请进入情景剧，他在房间点起了蜡烛。哎呦，一直也要这样运气。化骨绵掌，化骨绵掌。喂，他表演完之后呢，决定吃一下蜡烛笋，还是吃蜡烛好了，吃蜡烛笋，吃蜡烛吧。蜡烛超辣，蜡笋。一口竹笋，一口辣笋，后退后退。哟，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导演吃到的是超辣的辣笋吗？还是他的演技就像他的功夫一样烂？是的，这就是二号林导演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，三号王童请进入情境剧。王童是一个才貌双全的侠女。也来到了龙门客栈，叫店小二上小菜。哎，本店招牌是蜡烛笋，大口一点，大口一点啊！对啊，超辣的！哎，你是侠女哎！好，侠女，侠女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！侠女一吃，突然发现辣的要命，于是开始发功，把辣给逼出来。需要我帮你把它逼出来吗？我就不相信你能够逼回来。我把他逼回来。你能够发功把他给弄回来。发功逼啊！好吧。哦，你走吗？喂，这就是我们彤彤队带来的情景剧表演。前面观众朋友，到底是谁吃到超辣的辣笋呢？元浩队讨论倒数三秒，请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你猜了。彤彤非常明显，脸已经在红了，皮肤多了一个色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觉得是一号彤彤？对。那你们都不觉得会是彤彤啊？彤彤，彤彤感觉他把那个当炒面那么大口，那怎么可能是辣？炒面，你看他刚刚吃不好，可是他吃起来是真的蛮辣的啦。林导演，导演，那给鸭子吃。我。导演，好啊，好，导演，那种你大口吗？你把它当炒面吃吗？你把它当炒面吃，我看看，你演个吃炒面的方式，要吸的，用吸的。哎，你吃的第一口就知道，为什么知道你饿了是不是？要不给你碗粥啊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彤彤，好吃。谢谢谢谢，因为我知道绝对不是彤彤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是彤彤，我觉得不可能。吃面哦，吃面。想不到，我们都吃，我们都吃盘子中间，没有吃旁边的。当炒面吃，我还吃拉面呢。那我还吃拉面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安娜，安娜，你没代志啊嘛？是这盘吗？鸭子，我跟你对吃啊。鸭子，你吃多少？我吃多少嘛？我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快点，快点。反正现在是等下放宵夜。老光嘞，老光嘞，哦！你要把你的甲板逼上去吗，鸭子？够没？鸭子怎么感觉？喂，这个真的很辣，好不好？哇，鸭子，我帮你消毒，我帮你消毒，好不好？流眼泪了。来，虫虫哥的，你好，这样看。那这一定是很香啊。是这盘吗？那好吃，好吃哦。正确的解答呢，就是我们三号的彤彤，他吃到了超辣的辣笋。你猜对了吗？所以我们的元浩队猜中，我们的彤彤队得到一个胜利牌。是的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。演技大考验第一回合第二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，
这一题的题目是谁没有在播玉米欧耶？玉米播玉米没有声音呢，会有什么声音？但是有力气啊。我觉得啊，播这个玉米啊，最难播什么？它的嘘嘘。好，我们的彤彤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王彤是个六星级饭店的大主厨，那真的是六颗星，贴六颗星就是六星级啊！对，那你管。今天厨房南部进了一批玉米，于是乎呢，他来到了厨房检查玉米的新鲜度，开始剥玉米。发出声音啊！哎呦！好，这就是我们一号彤彤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二号林导演请进入情境剧。林导演是个辛勤工作的农夫，今天来到了玉米田，他决定要唱一个嘻哈版的农村曲。好，早就出门。玉米田，他决定要摘了一个玉米，剥开来看看它成熟了没有。各位，我从这边乍看之下，还以为你在杀鱼。你现在在剥，他现在在剥鳞，别来剥鳞。没有，他们切肉的。喂，今天来帮我们三号的丑丑哥，他从南部批了一大车子的这个玉米呢，准备要沿街的叫卖。我的字典里没有糯米。什么时段支持？大家鼓励吼！我小弟吼，刘祖谦吼，我正在卖玉米吼，包谷还卖玉米吼，我的玉米哦，非常的漂亮哦，而且都非常的新鲜哦，我是那个有机栽植的哈，我们不含塑化剂，不含农药，不含防腐剂哦。假如我的这个玉米呢，也当恭喜，查甫人吃美容哈，查甫人吃壮阳哈，吃壮阳哈，大人吃来变坚强哈，娘娘腔吃了，老爱讲你，壮阳啊。没有在播玉米呢。然后对讨论倒数三秒，请开始。三，完全被搞混了。一，三个，时间到。没有在播。然后对请派代表作答。没有在播。你看我多认真，我到现在还在播。彤彤哥没有在播，他没有在播。欲盖弥彰啊！不会接管，哪里有欲盖弥彰？他为了要掩饰他没有在播玉米，所以做了很多。你看我还在播。答案到底会是如何呢？彤彤一号，你们觉得不会是他？不会，他有在播。为什么你觉得彤彤有在播玉米？我觉得因为彤彤刚播得很认真。一号彤彤到底有没有在播玉米呢？好，虫虫哥，你们猜的是虫虫哥对不对？对。林导演，任重道远，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呢？二号林导演到底有没有在播玉米呢？答案即将揭晓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好！耶！三号虫虫哥有没有在播玉米呢？一、让我来高二、三的耶！真的播玉米。道远，但是元浩队猜的是三号虫虫哥，所以猜错了。恭喜我们的同队再得到一个胜利牌，哦耶！到目前为止，元浩两次都猜错了。真的？你怎么会这样啊？作为一个队长，我想，其实每次你猜，我都想阻止你，但是因为你长得比较帅，所以我让给你。第一题不是你猜的吗？啊，第一题是我猜的。
好了，我们马上攻守交换进入第二回合，共进。演技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告诉大家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。哎，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谁吃到了超酸的乌醋面？哎呦，酸比辣来也酸呢，我好怕哦，口水又在分泌了啦，太少了啦，太少了啦。我刚刚才哎呦，哇塞，你把它当什么？你这是乌醋汤面吧？别拌了，我以为哎，把它拌，不要拌它。好酸的味道，好酸。这个一吃完绝对卡骨都能 Q 哎。哎呦，你卡骨能 Q 不？这样能 Q？ 你卡骨能 Q？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让我们马上进入情绪一号鸭子。鸭个鸭子是乾隆皇最喜爱的皇妃，最近常常在宫里喝闷酒哦。啊，真的是很郁闷啦！皇上好久没有来找我了，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性感的，性感的女性。是的，听到外面有声音，皇上驾到！啊，这么好，皇上来了。皇上驾到，心花怒放，超夸张行径让众人惊声尖。啊，这么好，皇上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喂喂，哎，喂喂，哎，你的太爷你是我，不是，人家是下垃圾，你是在爬树。而且我感觉他的脚是这样一直爬。伟雄这样子趴上来，哎呀，没有啊，因为我很想他啊，他好久没有来了。朕也很想你啊，所以今天特别来看你啊。皇上，最近好吗？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？对啊，想吐。想吐？我不知道是酒喝太多还是怎么样。以后别靠近，帮我看看，帮我看看这亚飞的身体。亚飞，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啊，怎么了？哈？他什么啦？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他有了。决定吃乌醋面一碗，快吃乌醋面一碗！什么？为什么？人家说怀孕的人呐、啊，最喜欢吃酸的东西了。哦，这个呢是宫殿里面呢最宝贵的乌醋面。吃给你吃。好，极酸，哇，好酸哦！吃吧，大口一点。干杯啊！大口一点。来啊！哇！现在这就是我们一号鸭子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来到我们二号爱臣，又又又又，公公公公公，妹妹与妹妹，爱臣是个小太监，每天就爱油腔滑调，公公公公公，妹妹与妹妹，嘿，爱臣是个小太监，每天喜欢嘿嘿嘿。机灵的爱臣发现皇上最近赐给后宫乌醋面，心想这一定是好料的，于是正四下无人，决定偷吃一大口。我觉得是这个衰咖，因为我要是制作单位，我也弄他。你看他强忍欢笑，强颜欢笑。哦，他在演了。嗯。哦。哟。公公与公公，妹妹与妹妹，爱臣是个小太监，每天都爱嘿嘿嘿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二号爱臣带来的情境剧表演，他到底吃到的是什么呢？紧接着三号姚元浩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元浩是个傻皇帝，最近因为天气太热，食欲不振，好傻哦。太监爱臣端了一只鸡进来，你的鸡来了，我的鸡，我不喜欢吃鸡，拿别的来，好脏。没鸡，你给我一只鸭，鸭比鸡好吃。
吃。好好，不错不错啊。这时候拿出了我们最厉害的乌醋面。对，天气太热，这个面叫做一口吃，吃点乌醋面是比较最爽。剧情没有大口吃？有，有，就算没有，我们也想看嘛。有可能是这个。情景剧表演，不知道是什么观众朋友，到底是谁吃了超酸的乌醋面呢？同志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。三秒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时间到。三号，为什么？元浩，因为那个醋味有点呛，然后他的鼻孔有做很多戏，而且他的眼睛有点泛着泪光，那是肾虚啊。那是因为跟我垃圾吧。好。那你们不考虑小太监？哦，演技太差。是的，到底是谁吃到超酸的乌醋面呢？答案即将揭晓。鸭皇后，没人猜她，现在已经变皇后了。吃超大口的你，你有那么饿吗？法瓜面哎，好吃。不快，不酸。我们已经答对三分之一了。哎呦，不会是艾辰？应该不是爱神吧？我吃吗？阿良感觉很想说，哎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子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爱神没有吗？所以应该是我。那乌醋可以软筋啊，当仁不让哈。可是我好像有闻到一些。你是唯一的女孩子，所以我为你吃。喂。你不能不会转。我真的不能转。怎么了？怎么会假的？他是他哦，太干了。喂，太干，连他。喂，不酸的，好吃的，是不是？难道答案就是我们的傻皇帝吗？哎呦，怎么我怕酸呢？想干嘛？是很酸的，我的天哪！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的三号妖艳号，在这边恭喜我们的彤彤队答对 ，yes！ 彤彤队呢，现在就以3-0获得了我们这次的演技大考验，哦耶！紧接着我们来享受我们今天的奖励喽，哦耶！今天吃的是可可协奏曲哦。里面可是有惊喜的哦，里面有水蜜桃跟凤梨的夹心，水蜜桃跟凤梨的夹心，还有布丁哦，哎呦，我味道了啦，鸭子，可可的味道很重吗？口感非常的绵密，而且呢很水嫩的感觉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浓厚，哎呦。极化蛋糕怎么可以入口即化？我不相信在人间有这种蛋糕，吃吃看，非常丰富的水果丁在里头。对，导演，你不能再吃这个东西了。对啊，你太肥了。它刚好是综合起来的口味，所以不会苦，也不会太苦，但是又有点甜，去综合了它。看到没有？我们今天好吃的奖励就是给我们获胜的队友，掌声鼓鼓励。恭喜我们的虫虫哥啊，还来到这边还可以吃到我们好吃的奖励，没错，对，大家记得三周晚上吃饭也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CP进行曲》。